这个、完了 ，IF 来了，导师是能完事了。明斯盖直接过来抽，但是被打了，被两队甲了。导师的这个位置，打走。导师过来，屁股顶了。biu biu biu biu。导师要吃毒了，导师说是。野猫过来丢雷，有没有超神发挥的？过来发挥了，野猫一颗雷炸到失血，兄弟。SUK 这边倒地了，确实我们完了，苏 K 倒了。随着对方导师直接过来，跟他拼了，受不了了，直接过来，暂时倒地了。明斯克也被打倒，只剩一个野猫了，野猫剩失血，每次都剩野猫，看这野猫能怎么打。野猫回头直接打 NF， 但是被 Tony K 给打了背身。那坏消息是呢，这把形式上面来讲被包夹了，对，被包夹了。然后托尼 K 又打到了 NF 的一个老铁， NF 老铁被补了，然后 BNS 过来劝架。NF 的话可能会被两支队伍夹得很惨，但其实还不够，因为我觉得第一时间导师如果观察到这个情况的话，你离开的一瞬间要和队友摆了，早早的要摆了。包括前面那个投掷物其实已经给对手真没招，致命的没招了，打不了了。也不知道他这波托尼 K 要不把已经几个投了，三个投了。整个就是在就他这波其实合理的就是他把南边的托尼 K 三个投了，到底要杀几个？都在东边打，就是不给我留口肉吃是吧 ？DK 这个队伍是要出来就会引来群攻啊！是的，那这样的话，这把为什么不冲 VP？ 冲不了，兄弟，沙漠这个图你真不能，真不好冲 VP。我只能说他们后面断后的话。没断住，让 INF 过来了，他们可能以为 INF 不会过来了， INF 走了。他把 INF 顶住之后就非常好打了，对，但是 INF 先走了，然后又回来了。走了又回来了，然后没卡住，卡不住，导师那个位置离太远了，卡不住就把人放过来，那就没了。完了 ，VP 又开杀了。VP 到了这个位置之后也不在圈，哎，不救了。你给他救起来，别给他分啊！没关系，出去会被人补的，兄弟。这种东西都不重要。能不能拖两个人？炸拖你可以炸了残血。大事不妙，不对劲，不对劲。不过好在呢，对于 VP 来讲 ，MP 也来了。MP 踩这反坡 ，MP 踩这反坡 ，VP 出不来了，兄弟。不一定是去限制 DK， 他没准也觊觎 VP 这些分数，他想拿圈点。一旦说不是我们上 BNS 进攻了，多好啊！VP 一船长诱导了，大残。我们上周在这里的诱导，他妈的刷，他瞄了个咪的刷到那个黑板领里了，你知道多难受吗？那确实，在这刷黑板领玩不了。五杀了，托尼 K 六杀，你六杀了，到底要杀几个？你们几个到底要让我打几个？三个人送一个点，被一个人爆杀。MP 等的就是这一刻，队友一刻不杀。这一刻 ，MP， 你是真的是一个都不杀呀？世界赛很好打呀，对吧？前面的队伍。